哎，还有人呢，前面可以坐。你要去上厕所吗？好，那各位大家好，好多人哦，只有我这样就很满意了。急郑义勇了，好像是郑义勇听说急到他的身上这样子。对，好啦，那被冲上。好，不过我其实真的，我昨天有一个预感，我觉得应该还不错，还有一些人会来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有这样的预感。哦、oh. 欸，还有呢，是不是后面还有？对吧？可以弄弄哎！好，那其实很开心，可以，我每次要来洪雅书房演唱，我拢就欢喜，真的很开心，有一种很奇怪的，像有一种回娘家的感觉。对，就是这边应该算是我们团第一个来，就是我们团第一次去书店演唱的地方，就是洪雅书房。对，所以我们其实从一开始创的这个团开始来表演的时候，我就认识国兴大哥了。对，所以其实是归你啊，往往在内，从你还在念硕班的时候，我不记得。大学的时候。真的吗？对呀，那种小班。无吧？你大学的时候跟我伫同一个学校呢。硕班。对啊，我觉得大概有六七年的，那是礼物啦。对啊，然后六七年这之间，其实我们很常来。对啊，我就算没有演唱，我路过没有，我也看过新的，就在这边借住一晚。对，我蛮常这样子的，所以就其实还蛮喜欢这个地方的。好、哦，我们都被攻上了，我全挂了。乖，好。那我们带来今天的歌啊，为了要弥补一下有人预购我们的专辑，等了快一年都等不出来，我们决定就是反正 CD 没带来，我紧，然后很紧张我来听。哦，然后 CD 紧一腰嘛，是搁无出来。你想要听行，我就搁唱我来听。我们现在想说用现场演唱的，那个 CD 啊，对。这里就是三百五六的，我们就是只要唱五年给你听。你想听的时候，我们就来唱。要我们就不做光，我们就不做光碟，就做现场给你们听。环保，很环保啊。对，350加入会员，你能听五年。对，三张合1000块，我就唱10年给你听。对，啊，所以今天就是基本上我会大部分都是新歌啦。我的新歌啊，我的新歌都敢骗呢，我的新歌拢咧两年前就写好啊，还没出，啊，今次我才出来呢，对啊，所以是新专辑的歌，好，带来这一首《梦醉》。
心无敌。土地，土地，有咱的粮食好归归。